鸡鸡，这个好难哦。当对手选到一台不错车，因为两个人车速一定都差不多啊。哇，对啊，他哥一走山路，完全没有可以超的。他是知道我在哪吗？我来，他会不会知道我在哪？我走另一边看可不可以绕他。反正时间差不多，我就赌一赌。说明他只是想要绕一圈。他好像不动嘞，他好像在坐等胜利。哎呦喂，他知道我在哪，他在往回走。这个小坏蛋，哇！我现在跟他在对岸，一定输啊。所以对方也会知道我在哪。不然他刚刚为什么要往回开一下？你看，哎，他在往回开。他换车子了。好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哎，扣超多分的，我天哪！他居然来闹我，然后我以为可以把他撞倒，然后，哎呦呀，就被他射死了，算他厉害。他前面是在塞车哦，啊，这样子。至少又会玩了一点点，可恶！哇哇哇！挑战一个，挑战一个，输一次就要赢回来一次，而且这是竞速赛，我最拿手的啊。哎呦，居然给他输了！早知道我不要去杀他了。这样好，那个我觉得好有点困难，因为你要跟对方算是保持。就是要靠近他，但是有隔一段小距离，然后同时又不能太过靠近他，就直接拿枪射。大概要一直保持就是20公尺到30公尺的距离，这蛮难的。然后输了还必须付代价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上一次是对手笨笨的，啊，也是因为在山里啊，完全没有地方可以。呜呜呜呜呜呜，什么？这什么东西？莫名其妙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我在空中翻跟斗，哎，哇，我又来了，那种。这种，我的对手是魔法师吗？把我各种的飞上天，好扯哦！哎咻，走，他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就忽然间翻滚了？还有20秒，冲啊！冲啊！这台车好像快要不行了。哎，我走过头了，我看错了。结果，大家，结果不要挡我路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不要再撞我的车了。哦，是他引爆的。
哦，我刚刚是经过那里，然后被它抱到，才飞起来，像这个。啊，各种尖叫欸！我的车子在冒黑烟了，冒黑烟，下一步就是火烧，就 GG 了。我觉得我有需要换车。我想办法找到一个适当的换车时机。哇，完蛋了，车子不动了，车子不动了，车子不动了，救车救车，拜托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。哎，刚刚为什么会卡住？我又输了，连败啊！回去重学，哦，死掉死掉不算输哦。可是我时间快到了，五四三二，哇塞！太惊险了吧？10秒走到那里。有机会吗？有机会，有机会！哇塞，太扯了！走最后一秒快！哇塞，再怎么走，走这里，置之死地而后生啊！我天哪，这样也行？你能信吗？我赢了！哎，我还死掉哎！我天哪，好猛哦！剩下那么一秒，就刚好进来。平平怎么又挂了？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的、车神就是车神，他又要跟我挑战，不挑战啊，我要过主线任务咯。我们过完一个主线任务可以玩一下下看看，还没过主线任务就还不要来了。好吵，我可不可以挂电话？噔噔噔噔，披上外皮，走这里吗 ？Please， 这是哪里？这里，这里吗？这里吗？停在警局门口了，好猛、哦！他最近在监狱里，网路锁自动监视功能，哎，越先进对我而言越好啊。因为我可是骇客，越棒的科技。你看着我的车子在外面，哈哈。What？ 什么东西？不是我的合伙要进去警局吗？怎么是我？What？ 莫名其妙。史密斯。不是我那个合伙人说要去监狱吗？怎么是我进去？还是我看漏了什么剧情 ？What？ 为什么不要坐我的车？我开车技巧很好啊。观察，打算对前人有隐藏式的监视摄影机。
马丁，最近钢琴涨价，哇，他们的预警的薪水好高哦，所以我要想办法去遥远的地方。往前走，往前走，乖乖乖。这个监视摄影机好像没什么用。因为那个这个对，这在下面，切换器侦测到漏洞，要靠近吗？要等它靠近吗？我现在完全就只能靠预警了。预警走得好，我就很猛。哎，不能解锁，所以不是这里。哎，怎么了？刚刚为什么会有个惊叹号？海静那里，对啊，应该是要继续往右走。你给不给往右啊？看你在干嘛？我完全被卡在这个人上面了。哦，他往前了。我们来看看这里有没有不行，不行。侦测到漏洞，可是这个不行用，所以这里是错误的哦。哇，哇！但我要怎么去我要去的地方？哇，这里就开始要就是各种用监视摄影器，蛮烦的啊！我觉得这种的模式，害进这里有吗？害进，有了。Inside, obviously. The shit, I should have sent you in here. This was your mistake. You might want to keep it down, or we'll end up with a free trip to solitary. I can't get you out. 对，我们要继续往前。啊去！我刚才在想要继续走还是……哦哟，好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才出去。哎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哦，那就还好。上面有人在看，那我就慢慢的走。他的这个往前跑，有时候会跑过头，他自动跑过头，不是我要去那里的。你看，比方说这里，我就是认为他会在那前面，可是有时候他会走过头。不要再给我走过头啦，这里。这里，你再走过头我会哭哦。我后面的人快要过来了。我要下楼，真的可以下楼吗？哦，可以。等上面那个稍微晃到其他边，然后一口气冲进来，取得 Jordy, 进入网路看整个活动。Where's the exercise yard? Up top. 到达那里好像有点远。我怎么到达啊？有人看到我。这个好没用啊！到达底下，
下去哦，所以要继续下楼是这样。这里是上楼，这里是下楼。现在下面我记得，你看我就说下面有，感觉就好危险哦。拼了拼了！等等等等等等，哎，为什么？哇塞，他刚刚怎么看到我了？他明明就没有面向这里，也会看到。好好好，我的，哎，我去，哦哟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哦吼！再哦，再挑战一次。我觉得我走这里，走这里感觉就不会被我楼上那个头上那个看到，而且头上的好像不见了。那我就直接走了，拜拜。太近哪里？先害进去。哎，走过头了，大大，走过头了。哦，你要进来哦。哦，谢谢。哇，解锁时间！哎，被发现了，为什么？我的位置吗？我位置不是很好。刚可以乐到，应该不能乐到。哦，我要这样躲，他自己帮我躲好了。谢谢你，自己躲得好好的。该走喽，出发喽！先害进前面这个，再害进右边的，要等他进去。嘿咻。解锁时间，不用紧张，慢慢来。他这个好晕的感觉哦。过关。毕卡索的歪脸丑得要命。我们犯人运送计划被发现了，所以要一个一个看吗？是谁？我猜会在比较旁边的地方。这个吗？棒球场里的新村。到底是谁？是谁？自首哦！赶快来哦！对巧克力过敏？你对巧克力过敏？你有事吗？哎！怎么忽然间？哦哟！怎么了？地下室。所以那个电梯开了吗？我要想办法进电梯。有办法一口气去吗？感觉这个人在看电梯。试试看。不行，果然不行，那样子。要想办法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哎，什么东西啦！我画面一切过来就输了。